这样，等到你30岁，如果还单身，还喜欢我，我就娶你，好吗？我谢谢你的感情，我也会珍惜它的存在。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你这是在故意气我，对吗？ 当时我识破了你的美男计，没把你跟李大川的事当回事儿，任凭你胡作非为，你还会把那个素绢再这儿还给我吗？我就是想跟你说。 这些年，哼，这些年就让它这么过去吧。还好，我们两个现在都回到了那个干干净净的时候，就像回到我们看《霸王别姬》之前的时候吗？这世界很酷。